把我的领带从一个包里，从这个装，集中装领带的这个美国买的这个正常的领带的包里啊，放到这个包里了，这几条，三条领带，给我转包。这个包呢，都放的是旧的，或者是，旧领带，就是二手领带，旧货领带买的，旧货店买的。29号19年上午，3月29号19年上午的时候。